画面中可以看到大批消防员出动，车道上好几辆消防车待命。另一头的消防员正在搭升降梯救援。二十六号晚间十点多，高雄市三名区立行路上，一栋透天住宅发生火警，现场还一度浓烟窜出，消防员不敢大意或速抵达救援，顺利将屋内二楼一对年迈夫妻救出。带您听民众说法：闻到味道或是听到声音？有啊，下楼的时候闻到味道。先生，干么知影？有啊，下楼的时候闻到味道。据了解，疑似是屋内摆放的电动脚踏车起火。 才会导致火灾。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